主料柠檬两个，蜂蜜700克，辅料面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柠檬用面粉水反复搓洗，柠檬切薄片，把柠檬片放在蜂蜜中搅拌均匀，再倒入些蜂蜜，把瓶子填满，两天后就可以泡水喝了。烹饪技巧，放一个半柠檬比较好，我放的有点偏多，有淡淡的苦味，不过老公说比上次没有苦味的更去火好喝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